装饰刀孔斩桃花，詹老师亲授风水秘诀。是我把桃花自己砍断吗？有，那如果你家没有条啊哈，那你把这个刀子放客厅的话，代表斩断女主人，斩断爱情的。哇，那你又你看你那个用仙人掌，用仙人掌，又拿个刀来温刀啊，阿力哥。周三、周四看完《多情城市》，请一定要接着收看，这是午夜不？